王祖贤在2004年宣布息影，并移居加拿大，回归平凡人生活。不过他一举一动还是备受外界关注。近日就有网友在南京牛首山巧遇他，网友发文写下：“好有气质，不去打扰，静静的看着就很美好。”照片中只见王祖贤戴着口罩，穿着短袖上衣，搭配长裙，长发飘逸，加上173公分的高挑身材，让他在人群中依旧气质出众，相当显眼。许多网友看到后纷纷惊叹直呼：“还是那么好看，时光不败美人，在哪里像50几岁的人？祖贤姐姐还是好美。”不少人也相当羡慕巧遇的网友，可遇不可求啊，也想冲去南京亲睹女神一面呐。Bye.